想得却不可得，你奈人生何？该舍的舍不得，只顾着跟往事瞎扯。当你发现时间是贼了，他早已偷过你的选择。爱了不过是一场高烧，思念是紧跟着的好不了的渴，是不可原谅却无法阻挡。爱在夜里翻墙，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。谁在你心里放冷枪，旧爱的誓言像极了一个巴掌。每当你几句句就爱一个耳光，满头好几年都闻不得闻不得爱情香。情爱里无知者。哇！唉，但呢首歌就是 salute 俾爸爸和妈妈的，是咪啊？其实拣呢首歌咧，我都是想送俾妈妈和爸爸。因为四个咧就唔系爸爸妈妈凑大嘅，其实系嗰个年代咧，我妈都要请一个 foreign teacher 教我英文嘅，即系每一个星期会教我一至两次，好难噶喎。其实喺嗰，因为嗰时唔知啊，小朋友咧就觉得，咦？點解就成日見唔到嘅？又唔想見啲 foreign teacher， 唔 care 係咪？係咯，唔 care。係咯，咁就嗰時真係一啲都唔理解。去到讀university 嘅時候，自己打工啦。係。咁嗰時自己打兩份工嘅。咁我嗰時就真係體驗到，其實爹哋媽咪係好唔容易。但離開咗之後咧，我爸爸就生病。
我真的很想告诉大家，真的要珍惜，一定要珍惜，不要等你真的自己想明白了，已经你想考上的时候，可能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是啊，因为他们不是一定在这里的，我觉得大家都收到阿希的心意，是吧？我现在想跟我妈说一句谢谢你妈妈。一打哇耶、好，给自己的歌，给阿希多少分？好，看看95分，不好意思啊，有個 feeling， 有個 rhythm， 有那個聲線的感情上真的 perfect。 他的故事帶給大家，做父母的有誰不疼惜自己的子女，誰不想在你身邊抱著你呢，賺食嘛，大哥啊大姐，你明白嗎？我自己六個小孩，即我一定知道，因為他們小時候不會想到賺那麼多錢做什麼，你都不在，喂，柴米油鹽醬醋茶學費，你還要這麼小個補習，好幸福啊，真的好幸福的了。你有今天一定要多謝你的父母，你的人是感恩的人，所以才會唱到那個感情。阿希衝破了我們的左右門神的防線，沒錯，是啊，太好了。最後給阿希的分的時候，我有想過是要給20分的。第一，李宗盛的歌其中一個特點是半讀半唱，我覺得雅希你剛才的演繹是非常自然流暢，那種自然流暢是有一刻令到我覺得，哇，你其實好像已經不止於是一個參賽者，沒錯，你已經是一個舞台的表演者。第二點就是這首歌最難就是在於李宗盛這首作品，他差不多每一句就是一個人生道理，以你這樣的年紀，你已經可以將這麼多的人生道理夾雜地透過你的歌聲演繹出來，這首的作品你簡直演繹得不得了，恭喜你。他騎劫了一歌了，直接 Alan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給20分給你。其實這首歌講難度先，這首歌 shuffle 那個節奏感音樂感是很難 catch， 你 catch 得很好，同埋中間做變調啊，成個 dynamics 好好。一首咁難咁難嘅歌，你可以處理到，其實我好想挑剔㗎，減你一分㗎，不過揾唔到地方啫嘛。多謝張老師。Thank you, Alan。我印象中我應該係俾過兩次18分最高，而兩次都係俾你嘅。多謝吳老師。係咪你？係你啊嘛。其實你唱歌有一樣嘢我最中意嘅嘢，就係你好有味道。而你有味道係因為你有一把好有質感的聲音，咁呢把聲音咧，其實係個天俾你嘅，所以你都要多謝你媽咪。多謝媽媽，你唔係想有就有噶啦，你一個先天好有 texture， 個辨識度係非常之高，呢個係火一個歌手嚟講最值錢嘅地方，技巧可以練，感情係靠經歷，但係聲底真係個天俾你，我仲可以俾多兩分你噶，你繼續努力啊，希望你再攞到我19、20啊！哇，期待。多謝吳老師 ，Tim Sir。唱歌唱得好嘅有兩種，一種人係個技能好好，有一種人個音樂感好好 ，music sense， 你兩樣都有。你呢個係一個 jazz 嘅 slow rock， 要掌握呢種節奏感係唔易嘅。你係完全 demonstrate 到呢啲歌嘅節奏感係應該點做。頭先我同肥媽聽到中間已經係兩個喺度韌曬。你 deliver 嘅 dynamic， 你嘅音色，你嘅技巧，你嘅故事，你嘅風格，你嘅音，哇！我唔想再講啦。總之 ，almost perfect。Thank you， 天生。Thank you。仲有一個我想話俾你聽嘅就係外國啲孫咧唔識點講，你叫安雅希啊，佢叫話嗰個 Hong Kong Adele 點啊 ，Hong Kong Adele 點啊。多謝阿媽。Thank you， 評審。